ของอะไรอีกเอาไปหนึ่งนะพี่ก่อน今天早上天气不错哎，凉凉的，天气未歹。我咧三百块，三百二啊，哪里？我报三两块哦。汉森早，汉森是。三百耶。汉森是乌日的客人。我这这这几台的。竹云早，嘉欣早。那那边你这几台的哈？这几台的啊。对对对对。哦。那是多少？三百。哦。两百数。所以差算现在，差差到半截。差。六千在吧？差多。可以塞六千吧？你等于要如果一天没事，我开店就是买个七买七条条，就是要开店，你等于收你两路菜，佮无路路来陪食。哦，好啦。系啦。啊，你讲开店开片啊，我何路去？我七条条，你等于就无条路啊。啊，听我意思。好好。系啦。我讲七条片，七条片来。按摩。哎。你们男生说的按摩跟女生说的按摩不一样，你们男生按摩都买那个啊，你有没有加可不可以我加钱可以有什么服务？你们男生都买这样子，男生都两边哦，我两个要讲，哎对对对对，都是边哦。那个就有一个网红说，就有一个网红说，男生按摩如果按纯的就不要去了，浪费钱。还是你们好，还是你们好，不像那个网络上一堆男生在那边讲那些有的没有的，真的很烦。那些也没有人要来，也没有要来买，讲那些有的没有的，我真的觉得很啰嗦。我昨天就把那两三个全部封一封了，把那两三个全部封一封了，哦，烦死了。死鱼啊你鸟！好啦，哦，改婚嘞，无。跟安尼尔，我改无人，安尼没有人，怪事啊，不是？今仔日，哎，来，是今仔干那伊干囝尔，你看，今仔拢无一挂女生。哎，有人好食，哎，杭州有人好食，拢未爽快，无。哎呦，不舒服就吐。哦，看唔到无几钱啦。八十八啦。我嘛买了一百。无啦，伊一百啊，这两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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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百好啦。